父亲退休好些年了，今年他决定带老妈去欧洲三度蜜月。在出发前，他打了通电话给我。喂？喂，爸。这星期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怎么了？你带着青青和浩浩回来一次吧。爸，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有一件事跟你们商量一下。好的，嗯，不错，儿子，这就交给你了。爸，这是小猪都长大了，该交给你管理了。小时候，父亲总会帮我把零钱存进小猪铺满，告诉我说，只要定时喂一些零钱，小猪就会越长越大。长大后，他也总是一再地提醒我。儿子啊。啊，爸。时间就是金钱，你要好好利用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爸。早点睡吧。啊，我一会儿就睡了，你快出去吧。快出去吧，快出去。喂，我知道了，你催什么呀？我快出门了。行行行，我马上就到啊，老地方见啊。好，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总觉得父亲是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土，钱不就是要花在美好的事物上吗？直到那天晚上回来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为了更美好的将来，父亲所说的，他一直默默在做。儿子，这张卡里有钱，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用。放心吧，爸，我会打给你。财富值得守护。但是最大的财富，往往来自对最爱的守护。你看我的儿子帅不帅？帅，赵伯伯老在我面前夸你。是吗？是啊，一讲到你，脸上不知道有多骄傲呢。他相信你现在一定比他更知道如何理财。嗯，我相信我的父亲，我也相信你。我是送给你们的。啊，谢谢。感谢你今天抽空来我们公司。还请你们以后好好帮我们看着。没问题。嗯。拜托了，没事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让守护一直都在，因为爱，好利相伴，财富一生，好利财富。